好，经理，录音录后，好，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7年3月27日星期二中午12时至12时20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李委员、立分等16人，主席郭委员郑亮。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20案照列，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施政报告继续质询，3月30日讨论事项，4月3日议程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一民进党党团李委员立分提议通过共26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2案，二依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2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依职权行使法65条第2项规定者8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进复，并复之请愿人。宣读完毕。请问会议记录有异？没有确认，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7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7年4月10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6次会议议事录。二至九，委员黄昭顺等拟具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6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0委员江永昌等拟具统计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11至13委员吴坤玉等拟具产业创新条例，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公司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国民年金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4至15委员林静怡等拟具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优生保健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6至17委员蔡宜瑜等拟具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财政收支划分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18至19委员蒋乃馨等拟具科学技术基本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20至25委员郑运鹏等拟具公平交易法、著作权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营业秘密法，交经济、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家事事件法、非讼事件法、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6亲民党党团拟具军警消生活安定基金设置条例，交内政、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27至29委员林俊宪等拟具政府采购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30委员李彦秀等拟具老人福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1至33委员高志鹏等拟具公司法、专利法、著作权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34至35委员洪忠义等拟具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公司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36委员徐永明等拟具老人福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7至38委员邱志伟等拟具森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营业秘密法，交经济、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39至40委员张廖万坚等拟具文化基本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41至42行政院函请审议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能源管理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43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法院处置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44司法院函请审议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45至53行政院、卫福部、劳动部、中选会、法务部、考试院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54至28经济部、国发会、农委会、财政部、金管会、非安会、内政部、行政院、原能会、文化部、科技部、故宫博物院、教育部、国防部、立法院秘书长、环保署等函未预算案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29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未用会交付事项，处理完竣请查照案。250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未决算案于审议期限，请查照案。251至254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等函未行政命令于审查期限，请查照案。255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总统之提名江惠民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自请同意案，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
二至六委员陈亭飞等凝聚《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施行法，交外交及国防、司法及法治两委员会审查，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护照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七委员杨耀等凝聚云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八至一六委员段宜康等拟废止国使馆组织条例、国使馆台湾文献馆组织条例、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凝聚兵役法施行法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褒扬条例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总统副总统文物管理条例、观察乐界处分执行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七至二零委员罗志正等凝聚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二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兵役法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一委员李立芬等凝聚高级中等以下教育阶段学生及教保服务机构幼儿保险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二二至二三委员何新春等凝聚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四委员江友昌等凝聚产业创新条例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二五委员广碧林等凝聚民事诉讼法施行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六委员罗志正等凝聚公教人员保险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七委员吴玉琴等凝聚水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八委员钟嘉宾等凝聚行政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九至三二委员蔡世应等凝聚公务人员考试法、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废止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组织条例、外交部外交领事人员讲习所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外交及国防三委员会审查。三三至三五委员郭正亮等凝聚公司法三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三六至三九委员游美女等凝聚政治现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公务员服务法、刑事诉讼法二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零至四三委员苏小慧等凝聚行政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私立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条例、学产基金管理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设施厂址设置条例交教育及文化经济两委员会审查。四四委员蔡培慧等凝聚社区大学发展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四五委员吴世邀等凝聚政府采购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四六至四七委员叶宜津等凝聚铁路法、传播登记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四八至四九委员张廖万坚等凝聚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政府采购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五零至五三行政院函请审议传播法、航路标示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文化内容策进院设置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五四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五五至三二九国安局、经济部、教育部、内政部、中选会、退伍会、海巡署、陆委会、交通部、外交部、司法院、公平会、农委会、国防部、审计部、卫福部、财政部、原民会、通传会、文化部、科技部、中研院、环保署、法务部、经管会等函未预算案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三三零至三三一委员柯志恩等凝聚行政程序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强迫入学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三三二至三三三委员陈一密等凝聚全民健康保险法、传染病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三四至三三五委员严宽安等凝聚律师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农业发展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三三六至三三七委员蒋乃馨等凝聚电子游戏产业管理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三三八委员卢秀燕等凝聚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三三九委员三三九国民党党团凝聚空气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四零委员李彦秀等凝聚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十一至三十四委员许玉仁等凝聚公司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数位通讯传播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心理师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十五委员廖国栋等凝聚原住民身份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十六
委员柯志恩等依据《私立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347委员林昌座等依据《政治档案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8至39，时代力量党团依据《刑事诉讼法》《国家机密保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行政院答复部分，本院委员咨询部分宣读完毕。报告委员会报告事项已宣读完毕，现在请 CLASS 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七次会议议程草案的报告事项，那么现在呢，民进党要提议增列第一案，总统之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严大和任期在2017年5月7日届满，兹依据法院组织法第66条第8项之规定，提名江惠民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建请改列为本次报告事项第二案，请在场的各位同事可以支持。好，请问在座各位有没有异议？没有。好，没异议，通过。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修正通过，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案；二、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修正案；三、法医师法修正案；四、中华民国刑法修正案；五、植物品种及种苗法修正案；六、农药管理法修正案等案；七、民用航空法修正案等案，院会通过；八、政治现金法修正案等案；九、保险法修正案等案，院会通过；十、证券交易法修正案，院会通过；十一、法院组织法增订案；十二、法务部组织法修正案；十三、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修正案等案，院会通过；十四、替代役实施条例增订案等案，院会通过；十五、有机农业促进法草案等案；十六、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107年度预算案；十七、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107年度预算案；十八、财团法人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107年度预算案；十九、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107年度预算案；二零、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107年度预算案；二一、财团法人台湾营建研究院107年度预算案；二二、财团法人国土规划及不动产资讯中心107年度预算案；二三、财团法人中央营建技术顾问研究社107年度预算案；二四、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等107年度预算案；二五、国家表演艺术中心107年度预算案；二六、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107年度预算案，议事处增列；二七、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案；二八、土地征收条例修正案等案；二九、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外交部应向菲律宾政府表达严正抗议，并采取更强烈之外交手段以维护我国际尊严；国防部及海巡署应该部件在渔民经常作业之海域，遇到海上冲突应该采取强硬措施，确保渔民权利是否有当，请公决案。三零、七民党党团要求行政院院长赖清德院长应就火力发电大幅度增加对台湾全体人民之健康风险影响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谢谢宣读。讨论事项已经宣读完毕，请第一位 CLASS 委员发言。好，主席、各位同仁，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七次会议讨论事项，拟请列案顺序如下表六案，也请议事员宣读是否有当，也敬请公决。好，请宣读。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七次会议讨论事项，拟请列案顺序如下表六案。一、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二、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修正案；三、土地征收条例修正案等案；四、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修正案等案；五、海关缉私条例修正案等案；六、关税法修正案。宣读完毕。好，第二位请林德福委员发言。
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七次会议建议增列讨论事项一共八案，附表如下，那顺序啊，授权议事处排列，这个就请议事处来代为宣读，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好，谢谢，请宣读。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七次会议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共八案，顺序授权议事处排列。一，本院国民党党团要求行政院院长就大陆会台三十项措施提出具体因应办法，并率陆委会主委及相关部会首长尽速至立法院会做专案报告。二，本院国民党党团要求未与年改团体充分沟通或共识前，本会期暂缓实施军人年金改革，确保军人退休权益。三，本院委员林德福等三十五人提案要求蔡英文总统应依《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立即赴立法院进行专国情报告，向国会及全民说明，提出完整年金改革精算报告，以确保各职业年金不破产，请公决案。四，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依据公民投票法规定，提出你是否同意政府开放日本福岛三一核灾相关地区，包括福岛与周遭四县市等地区农产品食品进口之公投提案，交付全民公投。五，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决议，在核灾食品检验把关问题未获有效解决，民众无法对核灾食品检验放心前，不应贸然解禁，仍应维持现行禁止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出台之限制，以落实捍卫国人健康并维护我国格。六，本院国民党党团提案要求外交部应立即召回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以示抗议，并要求行政院长赖清德率外交部长及驻日代表海巡署赴本院进行政府如何确保国籍渔船与我国经济海域重叠作业安全专案报告。七，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外交部应向菲律宾政府表达严正抗议，并采取强烈外交手段维护我国际尊严。国防部及海巡署因部件在渔民经常作业海域遇海上冲突，应采取强硬措施确保渔民权利。八，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邀请行政院赖清德院长赴立法院，针对如何振兴观光产业方案提出专案报，以重振我观光产业。宣读完毕。好，谢谢宣读。第三位，请搞路移用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午安。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七次程序委员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共九案，内容如下，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谢谢。宣读。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七次程序委员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共九案：一、集会游行法修正案等案；二、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于本会期结束前由院长筹组修宪委员会，针对各委员提出的宪法修正案、修宪程序及议程制定等进行实施讨论及审查；三、民法修正案等案；四、民法修正案；五、民法增订条文案；六、家事事件法修正案；七、私立学校法修正案等案。八，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要求由行政院院长率同相关阁员，针对核二厂二号机跳电事件之事发原因、就责名单与后续安全措施进行专案报告，非经院会同意，核二厂二号机不得重启，是否当进行公决？九，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于行政院提出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与宜兰县等县市在内，将受深澳燃煤电厂影响地区之风险评健康评估与深澳燃煤电厂之环境影响评估，并送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前，不得进行开发，是否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好，谢谢报委会。现在讨论事项已经发言完毕，现在进行处理。那先提案先处理，请问对 Class 委员提议有无异议？没有。好，没异议就好通过。
有没有异？没有啊。有没有？有异。好，有异，现在进行表决，清点在场人数。好，在场人数14位，赞成者请举手。几位？10位。几位？周成委员在那。10位是吧？10位，然后弃权。好，赞成者10位，反对者请举手。反对者1位，那弃权3位。好。决议赞成者多数通过，照 Class 委员提议修正通过。好，这个好。本次会议讨论事项总数、内容及顺序已经确定，其他提案不再处理。讨论事项修正通过，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依立法院执行刑法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负责共30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异？无异通过。请问有临时动议？没有，散会，谢谢。